汇森特卖会一定要优惠。今天我们终于又盼来了许氏森业集团的林副总，林副总你好。你好，薰儿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副总啊，是这个观众在问啊，到底什么时节来补身体是最好的时机？二十四节气一年啊，天天都是补的时候，天天都是补身天哦。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个迷思嘛是什么？说补的好像就是会太热，对，其实错的。好，补是什么？是补充你身体的不足。你真的是非常劳累、非常不舒服的时候呢，你吃了一些很好的补充的食品，一定会有效的。所以其实在不同时节要不同的来进补，当然，所以我们二十四节气就告诉你什么时候怎么样补，吃什么东西是最好，它有因为食材的药材的不同呢，告诉你怎么去补，那才是最正确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荧幕上有这个新先生，在美国，所有我们美国观众朋友是最有福气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新先生只能在美国你可以买得到啊。哦，这样子，所以亚洲是不能买到的。你买不到新鲜的花旗参嘛，因为出口问题还有保存问题嘛。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，只有许氏可以这样做，因为我们做了那么久的时间，我们知道怎么用最快的方式把这个新鲜参从土里挖出来，然后经过我们一个最卫生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处理方式，尤其是像我们的工厂里面啊，是有几十万加仑的水，那个全部是过滤过的水啊，把这个东西洗得干净，它就是一个食物了。当然，所以说是新鲜生，并不是每一个厂牌都可以这么的漂亮干净。当然，这很重要哦。也就是说，你可能到外面有买过新鲜，但是你知不知道它是不是 GMP 标准？你是不是它是 GAP 标准？也就是它是不是够卫生？因为所有这是一个食物了，这个食物你送到超市、送到哪里、上市场上面去来讲，一定要符合啊所谓的美国农业部的标准，所以我们要洗干净，而且要用对的是水，是过滤的水，是干净没有污染的水。当你洗好以后，我们可以用最快的时间送到你家里，你可以享受到新鲜生。上次小林呢吃了你一道这个花旗参冰沙，哎，你不能尝试啊，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啊。花旗参你可能这样半条，稍微切大块一点就好了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加个300到400cc 的牛奶，啊哈，加的50cc 左右的蜂蜜，看你喜欢甜不甜，放的冰块，用 blender 打一打。哦，就上次我给你喝的，是吗？好，口感真的又好吃，然后又消暑，然后养颜，还要美容，对，而且那个参的味道呢，非常的浓郁。4到5年的特大号许氏新鲜参，5包半磅，只要118，含税免运费，直接送到你们家。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的拨打电话，要抢要快哦！